你也剪纸啊？哟，有李欣了。我不玩剪纸啊。开始哭泣。没事，我玩。哎，坏了，我怎么感觉碰了触感？开始哭泣，开始哭泣。坏了，亚特西瓜 I 六，我操你哥！七分这小子挺猛的吧，不睡觉的。我感觉你他妈一天24小时打游戏啊，七分。啊？七分，你说我看你是不是一天24小时打游戏？我让你陷入黑暗。装傻充愣是吧，七分？有人来啦，要被切了，我的。早上好，早上好，刚来的朋友早上好。怪怪，全是同行，全是同行。这哥们都有卡莎了，玩个蛋啊！这怎么糊成这样？妈外挂！低的呀，我低的呀。哦，你低了，你低了。40块钱你递的，你牛逼，就跟你那个莫甘娜直接点一下就出来一样啊！怎么有两个臭蛋打不过我呀？为什么？吹牛打汪就是你，你爱吹牛逼。红红，你说那也行啊，趁那过于无奈，只能拿卡莎。哎，然后再给你随便摸一张两星卡莎，你递出来的。对，递出来的。问就是你递出来的两星卡莎，不用问，问就是他递出来的。曾经有一个诚实的年年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他很诚实，他已经不在了一个，他已经不在了一个。这狗熊是吃连败的，塞在角落里。我本来连败的好好的呀，结果有两个突然打不过我呀。就是个黄蛋蛋。哦。茶壶头，青花瓷，释放技能获得免伤。我的乖，还有大神装。这永恩给羊刀，我刚才看的好像真的有点弱哎。你这要不是补那个攻速的话，水银就够了。永恩弄羊刀，瞧着真有点弱。
这个应该直接点上去。啊！你这永恒砍我全家！低调低调，不一样的呀！你输出不够，他的永恒又没防装。光明，乖乖。说好的免费呢？怎么一次不触发的？到账了。什么东西免费啊？他说45几率免费刷新一次呀。我你怎么买这个？这个东西45不就等于0%吗？这你都相信？我以为很厉害的呀。45不就等于0%吗？这你都相信的？我信了他了呀，信了他的，信了他的鬼话呀，招了他的魔道。这你都相信的一个，当老鼻子当了。我感觉很棒。不该信的，真的不该信的。蹭哪，到现在第一次触发。触发了咯。触发了就好，第一次触发，触发了就好。好的，终于见到云哥了。乖乖，这胡道还拿上乌迪尔戒指，我的妈！但我毕竟把钱花完了，这不就刚满松的吧。差个加里奥啊，我操，精彩精彩才有。那你岂不是时间值啊？不，坚时间值要三个，我还有再拿一个。那你岂不是时间值？我的条件仿妆，拿个仿妆就好。太难了，这。这没办法，该人家糊的事儿，不要犟。人家就这么糊。我们动身吧，一群人等着我糊糊呢。这个梭子甲呀，现在，这地不出卡啥的，我受不了了。你又地完啦？没有地完，但是我一直在狂地。忍住呀，忍住呀！我要去了呀，我又憋不住了呀，忍住啊，人要没有了呀。什么你要去了？你多少血你要去了？你46血你要去了？两星加两了。那个浅笑，浅笑确实去了。你说完话，浅笑真的被你是去走了。这有你的，我要去了一个。这你还是他妈嘴里没有一句真话，我要去了一个，我操的。我不出牌，人要去的呀。啊、行行行行，你要去了，你要去了，你确实要去了。
你确实要去了，你他妈太牛逼了，年子。哎，糟了，我给错人了，我的。一个人能给两个三项吧？是唯一吗？不是唯一的。可以给。一个人可以给双三项，双三项的了。嗯。刚才给错人了。哎，五剪子威力不够的呀，但挡不到。我操，年子！我操，一个人杀我全家呀！怎么可能？一个人杀我全家，年子！太狠了，我就期待着多射掉一点，少掉点血。太狠了，年子，心狠手辣呀！需要个手指甲。鸡哥救我！我要打剑，鸡哥。咱打剑能破不能全全？鸡哥救我吧！真有你的，自说自话一个。别给钱了，哥们儿，给点装备吧，求你了。哎呦，造了个错字。到我了，麻烦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哎，怎么又给错了？有我一条命，年轻人。我打不死你，我都打不过你，我感觉。我要去了！哎呦喂，我早知道应该把钱多递掉一点。这斗色不来牌一抛屋啊！这斗色不来牌玩不了一点，太容易老八了。传说的延续既是口耳相传，也是身体力行。好好好，你个老八嘲讽我是吧？等着。什么？我也是刚玩的，我也是刚玩的。你说什么了？啊，这云哥是这么糊的一个？什么？我糊什么？完了，那还不糊啊？我糊什么？我跟前面的人比起来，我就是个臭蛋，我的。前面全是毒瘤，你自己看看。前面全是瘤子呀，我这能跟他们比的？算了，我上一把吃了鸡，这把没一点正常。糟了，钱不够，钱够买个人放在后面也好了。啊！刀背排充电吧，谁说谁来都好用。嗯，送了一个。天使一把掉三个一万一啊！怎么了？善男天使是这样的，而且我这还有暴击呢。有画画，这个不错。啊，行行行，你拿你拿，你拿你拿，行行行。
近的人更愿意把力量借给我。我这人都不敢画呀，真的，我这人都不敢画。糟了，我合了一炮雾啊，这没法打，这个完全没法打。我啊，这天使太吓人了。我发的就一个天使14000的输出，地面里面是1800，14000跟1800。他这没法弄，太厉害了。哎呦，没办法，这怎么弄？没办法。只要有40暴击就可以了喽。只要有40暴击就行。圣盾使的契约是一个像蓝色衣服一样的东西。哇，他已经九减子了，他还差一个。这最后一个没那么好找呀。存钱了，暴君币了。天使直接融化，我的妈呀！啊，你连他镜像都打不过。对啊，我连他镜像都打不过，他这太夸张了。他这天使直接把的三级的那，我看他三级的厄鲁伊直接被他弄掉，直接一瞬间就没了。青蛙，你把这个永恩放在这前面，不会被那个弄掉的，天使直接打掉。他放哪儿差不多，加里奥基本是秒出发技能的，能给他抄回来。抄了没上去？没有加里奥，这里面他不会抄的。我完了，没上去，我看过雷了。我掩护你。这天使站前排吸血吸的真舒服。上去了好像 也不一定行啊。你放到这边，你跟你那个换一换，不然他走不出去。我估计大概率也还是没戏。我能看到他先打多少伤害吗？看不见。
我基本打天使是14600，就他一个输出，其他的全是凑数的。你们点那个箭头，看伤害那边有一个箭头，可以把他们给拉死。还是不行，活着也打不过。三人天使不怎么怕永恩，因为永恩会被一巴掌拍死。天使太厉害了，只要四十炮用这个就随便弄了。只要四十炮拿这个真的随便弄，感觉天使能玩的阵容还挺多的，就看那个东西了。天使不吃装备，别的 C 位还你还你给他一堆装备，天使不需要。他弄的是什么？他弄神将了，他也没弄神将啊。我天龙，凑三天龙，以及圣贤，三圣贤有吸血，把天使放第二排。你打不死我，天使一巴掌回来，一巴掌上去直接满血。天龙给天使加什么东西啊？天龙是给全体加生命值上限，然后圣贤主要圣贤，三圣贤给了20%的全能吸血，放前两排。睡了，看你们睡得着吗？我睡得着，还没睡啊，今天两把天使，干什么？我也没说话呀，你为什么点上了？为什么？我看看有没有人点呀。今天打了两把天使，主要真的天使真不吃装备，别的角色你还跟他抢装备，他不需要，只需要防装，前排顶住就行。七千手游肉，我们看天使确实能玩的东西挺多的。又来、又这个了，选个三费是吧？开局直接定好型，定什么型？我要玩蛤蟆啊，不是蛤蟆，我要玩。你长得就像个蛤蟆，我要玩。我到哪里提星啊？提星老六走了呀。那你拿着那个东西不行呀，那个剪纸的东西。剪纸七剪纸够了，其实也十剪纸只是更离谱一点。一年轻，哎，轻体力。他这四十暴击每下都能打出暴击，这么夸张？不，没暴击伤害也差不多，主要是。天使的那圣蓝天使伤害很高的那一巴掌，蹭啊！这帮人乱跑，我这贾克斯跟个憨批一样，乱追他，追都追不上，差一点打不过。我把贾克斯换了，太臭了。别把他，要不整把狙神算了，开狙。狙神我记得倒是有一套的，但还是启动太慢了，一个永恩切进来直接背了。这螃蟹好秀啊啊！我大嘴的技能就没中过，又发剪纸，这可恶。你放远程就打得到了啊！我大嘴技能一下没中，他全躲了。远程这么躲了，你 A 他怎么会躲呢？ A 是没躲掉，技能全空了。你选那种 A 的就行，近战跟 MP 一样，追在屁股上跑。这刚才技能三下全空，差力气，差力气。啊、我不喜欢剪纸，你发个剪纸张干嘛？扔了。
这把感觉可以玩替身女了。不躲不躲，我他给了个神域的，等会配神域而已。法力护盾加暴盾，缺个大半个女神泪就够了，我这。年年怎么拿了个清晰头脑啊？放空大脑。别都很臭呀，怎么办啊？这清晰头脑臭的不行呀。那我别的更臭呀，我不知道呀，我以为这还可以的呀。不，他第一个东西是每回合都给钱的，每回合都给钱，说实话挺夸张的。王玉的负担啊，吉星小爆就到了。上，我等啥呢？我不会吧？哦，应该赢不了。快，金字连败，我需要金字连败。A 掉贾克斯，都是你啊？对，这是我呀。金字连败，金字起来。还在发剪纸？那你玩呀，玩上呀。我开局都没拿剪纸的账，他这样。现在也蛮不累的。好像应该上了。法力护盾，怪物两星的风女啊！我的天。强度太高，哼啊，这个法力护盾有点厉害啊。对呀，不然我为什么说要玩呢？坏了坏了，他糊了，他提前就糊了。这还没二星呢，先等吧，看等会儿出不出。这个也太厉害了，这个法力护盾。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玩什么呢。我掏的那个人都两星风女了。那风女我肯定指定是不玩了。新风女，我的妈！你干什么？你这么坏？你怎么不抢？我以为你要抢我大姐。没大棒，女生泪也没了。那我再拿个风女算了。哀家风女是谁？看看。根本闲不下来。刚刚没操作好。不会两星风。哇塞，这两星风女好强啊，我的两星风女开局真的强，他的那个厉害，云哥，你看他的那个海克斯贼猛，
拿钱拿钱，缺钱现在。重组，我直接重。重组是什么效果啊？重组就是生费生意费啊。随机生意费，算了。算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坏了。少上人了。嗯，第五人狗为什么只有四个人？因为我得输给你啊。得搞一手精致连败啊。坏了，我的连败被断了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啊什么？抽了某道啥东西了？大哥，囧阿不？有说法。有说法。拐这帮东西乱跑，一点地符能说明一切。这不被诅咒的躯体正在歌唱。拉鲁恩我从来没用过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解锁装备了，没用了。哎呦，完了，解错了。拉鲁恩是干什么的？已经三星宠了，我的妈呀！这谁套得过他？糟了糟了，还点错了，闯祸闯祸！这大虫子是真的弱呀，这英雄。拉鲁恩好像没人玩的，我看。拉鲁恩切后排的，在场上没有看到过这个英雄啊。他就是专门打后排。专门打后排是不是一个废材呢？我们意念合一。我叫佐伊，你叫什么？这回合我应该是输不了的，怎么看都输不了。天降永恩不行啊，天降永恩已经
已经支棱不起来了，真的支棱不起来了，说实话甚至有点臭啊。有人说我邪恶，我该证明他们是对的吗？真不行，天下永恩说实话真不行。差不多整体那个游戏流程水平和运气的情况下，天下永恩真不行。基本上天下永恩是一个完全不配吃鸡的阵容，基本上就是，除非这个局里面的人全都不会玩。现在这基本上也没什么不会玩的人了，操练了挺长时间了，看下来天下永恩是真不行。天下永恩要吃鸡，三星的永恩不够的，要加一个三星开影。三星开影你能做出来，你其他四位一样能做出来，所以就感觉他贼弱。我反正我现在觉得玩永恩不如玩狗熊好用。天下永恩贼弱，我狗熊加小炮三星有很多阵容也打不过，但是永恩加那个凯影都三星就行了。问题凯影是个四费的棋子，凯影四费棋子感觉就没啥好聊的了，聊的都有点多余了。我的寒之三虎位好像没用了，确实是个废物。人在哪里？对，熊家小炮还有八决斗，还有八决斗。上次没有艾瑞利亚就不行了，装备全对，八决斗才能稳，才能比较稳的情况下。他这游戏最后的大神体系。这艾希放箭是散射的，像放烟花一样，噗一下一射，三星艾希就噗一下一射，全场人就被他尿死了，好像。三星凯乙不废的呀，切后排夸夸两刀就全转死了，真的不废的。最怕那时候白血的人来个那个谁给他回上一口，哎，那回上一口如果到一百血能超过一百血上限吗？还不行了。应该可以吧？可以超过一百血。能到一百血以上，能到一百以上的。嗯。我们动身吧，一群人等着我鼓舞呢。这么牛逼的。嗯。比之前好了，之前只有九五的。九五改动了之后确实稳定了一些了，很多阵容有机会了。就他给这个叫什么14.7啊，还是4.7之前啊，我也不知道是几点几之前，反正这个版之前的那个版就是只有九五，除了九五全是大变了。然后又动了一下之后是全天下都是永恩，永恩又小动了一下之后感觉永恩没那么凶残了。乖乖有件神装，我的哦，这就是拉轮在后面踩轮子的。这踩轮子的就是拉轮。好像可以上个这个，还能弄点东西。
没有女神妹呀，我的天。这么顺，这么自然吗？我操，巨魂他妈这么糊的！我一看巨魂糊的吓人，我的。怪怪，巨魂巴菲还拿了个化石，我的妈！没有聚会呀，你啊，不，疾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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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糊涂了，糊涂了，是疾风，不是聚会，我的妈，疾风，我操！我吓人的。我操，这七人口是什么东西啊？两件神装啊！我的妈耶！这都什么怪物啊？行吧。传说的延续，既是口耳相传，也是身体力行。青龙刀和巨杀是不是都可以啊？我操，全三打！巨杀不太行。巨杀确实不太行。体型并不能说明一切。对，巨杀确实不太行。没装备对吧？这节奏太快了，前面的节奏太快了。身体力行，画工再妙，无情也是枉然。
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旅程在等待。早上好，早上好，谢谢工人救济送的两个咖啡，感谢生活大紧缩送的点亮。我前面全是走火哥，我的妈呀！这谁招得住啊？全是走火哥，我。惨呐，是不才小兄弟胡了把永恩被打下去之后一蹶不振了，惨呐。不要大哥，不要乱出东西啊。哦，我感觉好爽。作为绊脚石来说，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，我给他打个三分。与我亲近的灵更愿意把力量借给我。年子怎么玩上永恩了？他一开始给的永恩，我就玩上了。你怎么玩上永恩了你？乌迪尔又名魔法战士。白雪有用吗？有用吗？对啊，我感觉都六白雪，我觉得都六白雪好像没多大卵用啊。啊！
打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你？还有同行。那亏了一块钱一个，是时候夺回我们的东西了。Coast, coast.扣起来给他，开口，开口。我操！他双神装瞬间融化我，力道大呢，这就力道大呢。乖乖，季风十几个级吧。不过为七个红的。传说的延续既是口耳相传。我还几滴血，我应该还死不了。七个什么？我一轮。猴子，他猴子七只啊。七只猴子啊！真的。他还在萌萌化，他在萌萌化。哈冷的，这神奇东西干哈冷的？干什么？我背包吕做不做？我就是苟活，苟活。那背包哥啊，哈冷的。坏了，我不会背着螃蟹送走了，正好九滴血的螃蟹。永恩，看能不能扛住吧。嗯。扛得住个屁！我这扛不住的呀。那就是你的问题。永恩没天降 buff 太废物了，死神也没到四个。哦，这个不会打人的，还行。吓的，吓老子一跳。他为什么不打？
这不是谢氏狂欢，这不是狂欢的，狂欢的那个会打人。啊，猴子，猴子吓人。啊！怎么变了？我的妈呀！传说的延续，既是口耳相传，也是身体力行。一，哟，说哈说哈说起啊，笨爷爷。没有呀，没说出来呀，不是。差两张，我递了60块钱，一张没递出来。那猴子只差一只了，赶紧抬走。干嘛？你猴哥打得过我四体的？肯定打。我一个背包直接把他背死。来了，我先来了，不好意思。你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厉害？阿七。鸡哥，鸡哥，快跑，快跑！他什么东西啊？我先来了，不好意思。他三星鸡哥，快跑！他一只激光，一只全部死掉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鸡哥呀！找找冰女嘛，第三个说吧。而且他大招放的特别快啊，他大招 A 两下就要放出来了。我昨天是运气好，打路人局打了一把三星的冰女，那也快的。受害者推进语啊！受害者。一线精灵，搁啥么子啦？直接紫光呀！搁啥么子了？搁是清屏幕了，还滋。我很好奇，三星背包是什么样的？昨天那把三星冰女那边直接投了，我都没看见。我说他失败啊，差一只。刚才应该拼刀妹了嘛？云哥的冰女启动的比他快，没办法，如果启动还快一点还有戏。万一你这鸡哥被别人关在湖里面，就一顿猛干怎么办？但他冰女启动不了吧？60的蓝，这60的蓝怎么拼啊？开支，关进去了。啊啊！真有你的，真有你的！哦，吓人吗？马上就要输了，你自己那鸡哥什么水平？没点输啊？你就这么干？吓我一跳！这就是第三组，知道吗？自己不知道上几个，当上嘲讽。你等着输吧，你马上就输了。喜欢卖牌，喜欢羞辱别人。要这疾风阁的狂买牌狂塞装备塞呀都塞上去啊。嗯，猴子的到处都是怪物，你等死吧，快把他灭火。启动不够快，如果有什么蓝量装备的话，估计还行。算了，睡了，没办法，只能睡了，没办法，睡了。可巧这冰女还是挺厉害哦，这差点被滋死啊！睡了，拜拜。没蓝量装备，还给他塞几个蓝量装备，你还滋不出来，就被关进去了。这没办法，只能睡了呀，真的，这只能睡了呀。这真的全凭的吗？激光躺了躺屋子里下了呀，没了呀，睡了呀，没办法了呀，拜拜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伙开心开心每一天，祝大家健康每一天。打了一晚上，我的天哪，惨啊，太惨了，真的太惨了呀。